让你穿故事给你听，故事给你听，有志就在少年行，就在少年行，要问知识哪里来呀、啊、知识哪里来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勤为径，勤为本鸟先入林，本鸟先入林，青袍骏马齐飞腾，哦，骏马齐飞腾，勤学通信天智慧，天涯天智慧，其实头脑变聪明，哦，头脑变聪明，一生知己在于春芽，一生知己在于青芽，勤奋的少年知多少，不忘记来数不清，一天之计在于晨，一生之计在于勤，张三丰，名全一，号三丰，又名圆圆子，因不修边幅，又名张邋遢。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威显化真人，关于他的故事当时曾广泛流传于民间，甚至把他看成神仙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，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正是张三丰创造太极拳的故事。这里就是武当山，你们的任务就是修建这里的道观。道长，嗯，道长，饭已做好了，可以用饭了。嗯，各位先用饭吧，明天开工。此人是谁呀？他叫张三丰，是我们这里做饭的厨子。什么？让这么个人给我们做饭？哎呦，不会吧。哎，这些人做饭能好吃吗？好不了，好不了。我怀疑他身上一定装有什么使自己身轻如燕的定风珠。嗯，对对对。嗯，什么这么香啊？真香哎、啊！什么这么香啊？啊！哎，厨房啊，厨房，还等什么呀？怎么打不到呢？
拳如此刚劲，却怎么斗不过一条蛇呢？难道是……对了，我明白了！打拳不光要有力量，应柔中带刚，静中有动，含而不露，千变万化。我想到一个能砍定风珠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们请他去喝酒。来喝，真是海量啊！你拽我干什么？什么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？蛇，什么蛇？那头大蛇。蛇。来吧。快点，有事儿，还是你们喊救命啊？对对，是那条大蛇，它又出现了。可能是在那儿。蛇。过来吧。该结束了。让你看我这招野马分鬃。就是张三丰创造太极拳的故事，而张三丰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。